有一点点不舒服，就要很小心。夜幕声是安尼款吼。我跟你讲，他过关斩将，一级高比一级高，妖怪啊！你阿嬷国家伊不去甲人斗阵，好呀？这个红叶神秘物件，本比别人较惊，惊死人啊呢！不要拜吼，要去看拜，去拼印度。印度啊，26个国家里面有印度的，有印度，真的真的。我们的千龙今天应该也是有很多台了，看你的样子。三台而已。三台而已，新加坡三台的，我们聊聊过而已。没有，我其中一台不是歌台，其中一个是dinner。啊，对呀，那转新加坡了嘛？转新加坡两台歌台，只到个一到两，你不去聊聊，你个变了。真的。啊那。通常我们的晚宴都会看到他。对呀、啊，我去遇过他几次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看你这样子跟我们的歌星换位置，我都怎样功力？你现在赶时间，来第一首歌为你安排这首比较可爱轻松的歌曲《大王叫我来巡山》啊，那是那个孙悟空的，对，齐天大圣的歌，来，这是我们的杨千红，《大王叫我来巡山》，谢谢陈刚，是我们的心脏魔幻乐队。鸟儿唱歌给我听，谢谢你。我是一只努力干活还不沾染的小妖精，别问我从哪里来，你的最爱，也别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要摘下最美丽花来献给我的小公主。
耶、yeah, 送上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，一首来自西游记的歌曲，谢谢勇的歌勇的见面了，感谢感谢，感谢两包，那祝你身体健康哈。来，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舞台上为你呈现几首青歌妙曲，那 Thank you 孙哥哥， Thank you 威哥哥， Thank you 孙哥哥，大姐哇你很忙嘞，要给红包又要听电话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为你安排下一首歌曲，也是节奏比较轻快的曲子，虽然是一首 rock 版的广东歌《二郎传说》，我郎传说送给大家，大姐谢谢你们可爱的掌声，我希望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耳朵，谢谢谢谢，拍谢拍谢，感谢您大可爱的掌声。好，那
有唱过了一首。